不懂得为何要尽此一包身。趁着上午志工把握时间参与大爱妈妈共修会，深入社会的暗角，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上人要我们去做法事。透过读书会，大爱妈妈将书中所学到的落实在日常生活中。大爱妈妈不仅能够将这个善的爱的种子带入校园，也可以给我们大爱妈妈用在我们自己身上，提升自己的修养。大爱妈妈入校园最大的使命还是希望把净慈仪带进我们的学校，让孩子知道净慈仪长大之后这是一个很善的种子了，将会种在他们的心里。来，我们去跟着，爱妈咪牵着大宝与小宝的手。彩排短剧带妈妈期许透过短剧灌输孩子正确价值观。大爱妈妈有入校园的话，我们可以看到她的改变是很大的，因为用净慈仪教学这一个是连校方都认同的，也见证了净慈仪教学的效果。凝聚力量，大爱妈妈走入校园，注入清流，推动爱的教育。大爱新闻沈泽荣，马来西亚报道。